坏坏清体大人不知从为何来到城隍庙，有何贵告？启禀城隍老爷，下过到此，只因天涯大地少年来刚好无语，土地荒废，庄稼颗粒无收，黎民百姓东熬二次债无尽其数。下过几天来，主要是求城隍老爷南普降一场大雨，以解黎民盗穴之苦。这么说你是为求雨而来的喽？正是。大人难呐，此话怎讲？是应本不来违背。